分到回家还在在健身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健身俱乐部这边拍一个全景的 VR 的视频，还有拍一个全景的照片，然后这一期呢也可以顺便教大家怎么去拍全景，好吧，继续往下看。我们今天用柯达的这一款全景相机啊，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哈，啊，这前面还有盖子是可以拿开的啊，有两个镜头，左右各一个，到时候我们就用这台相机拍全景的 VR 视频。今天的模特也是我的好朋友策策，打个招呼，策策还翻白眼呢，翻白眼。然后我们现在第一步先调架子哈，我这颗是视频的，它这个是720全景的照片的，所以说我们的架子有没有发现？基本上不会调到太高，视频的一般我们都控制在1.65米左右，因为这样子观众看过去的视角会比较相当一些，如果你把它放到太高的地方，他会觉得自己飘在半空在看，会很奇怪，如果太矮的话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脚没了，蹲在地上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基本上拍照片的架子的角度也基本上控制在1.65米左右，拍视频的架子也差不多在1.65米左右，我觉得这样是最适中的。除非你拍一些小朋友的看的一些 VR， 那你可以按照小朋友的高度来设定这个拍摄视角。我们现在让我们的黑子老师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拍 VR 的照片啊，全景照片的一些关键点。将相机云台以 L 型翻，这个是720的云台。720的云台。然后这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个水平轴，有个中心点线，将相机的这个点和中心点以及远处的一条直线，这三条线是成一个水平线。这时候去解锁竖拍的环，摇动这个时候，这三个中轴线还是保持在一条线上，这就完成了云台的水平方向的调整。OK， 我再解释一下哈，其实720云台它是这个 L 角是非常有用的，通过从相机的中轴线到这边3.1线和被摄物体的垂直线，一定要保持在这条中线上，然后去旋转云台的时候去找到这个一样的去找到它的中线点，这样不会做过多的偏移的时候，你这样到后期的时候拼接就没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在调试机器哈，然后我们先选好景，然后看好这个点，然后选好这边，然后照片先拍，我们最后再以视频的方式把这个整个环境全部以 VR 形式展现出来。教学知识点哈，因为不管是任何的 VR 的视频相机，它都会，你会发现是两台相机，它其实中间都是有缝隙的哈，那我们尽量的去找到场景中比较有拼接缝隙不这么明显的地方，还有包括这边这个角啊，所以说我们把相机的侧面，也就是把两台相机的中间部分对着这个比较容易拼接的部分啊，包括这个方向也是对到那个地方啊，让人物尽量在前面的180度做运动，这样子我们到后期的时候拼接就会比较容易。好了 ，AP 灯组准备，我们开始啊。没问题。现在在先拍照片，一圈一圈的拍哈，在每个角度模特都会有不一样的动作。等他拍完这个点，我们再拍视频。嘿，又一个新的技术点哈，来，我们现在全景的这个角度已经拍完了，然后现在补地板，刚刚垂直补了一张。现在要怎么补地板去除脚架呢？让我们黑子老师来说。因为这里有个阴影，所以说脚架宽的角度一定要注意好，保证这两个脚架在一条水平线上，踩住其中一个脚架往外翻，翻到了脚架，两个脚架跟原有的两个脚架点做了20重合，往后拉，拉的距离大概5到10公分。这时候还要记住，继续看好相机水平点，调好水平点，将相机外翻。OK， 完成这一张全景。厉害厉害，记住这个点哈，720云台它是有这个的哈。
可以直接往外翻，相机就直接到外面去了，就在现在相机对的这个垂直点，就是刚刚的三脚架的垂直点啊。所以说这样就可以很完美的把地面给补平了。OK， 好，同位，可以开始了。等等啊，等我撤掉啊，等我撤走。好，可以坐。我们差不多整一两分钟。现在模特就自己在里面做一些需要做的一些动作，差不多拍到一到两分钟这样一个场景，所以说我们都得撤开，看不到机器。如果看到机器，就会全部被机器的录进去了哈，你不要想偷看哦。OK， 可以了。我们先把它关机。来啊，来啊，你来啊，来。哎呦哈！我们现在躲在角落里面，不会被全景相机给拍到，然后模特在外面打沙袋呢，啊，所以说拍 VR 视频最主要是不让相机看到你，因为它是全景的，所以说你必须躲在一个死角里。中午，我们现在中午拍完，现在在这个什么印象大西北哈，灰太阳带我们来这边吃饭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等等试一下看。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吗？好吃的？有，比如说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不要害羞。有什么好吃的？牛大骨。牛大骨吗？还有呢？吃饱了啊！我们现在换个地方，一样的，下午还是拍 VR 的照片和视频啊，一样也会跟大家讲一些技术点。其实拍 VR 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啊，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其实都很简单。最主要的还是靠想法，因为这些器材和硬件都是现成的了，基本上看完片子都会了，不复杂，真的。我们到这个龙桥水乡酒店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客房里面。哎哎，这边。我家的东西看。一郎还是在化妆。我们准备设备。哎呀。今天的小测测同学还在直播，你看在拍摄全景的时候，我现在先拍这个照片的全景，然后我们在那拍视频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啊。好，开始，测测跳一段。动次大次，动次大次，动次大次，哎，这什么这欢喜啊，我受不了。来，开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兔子。掉了，哎，这样稳了，主播稳，这波稳了。我是你的小小表妹。我们现在在拍一组他进门的画面，这时候我们尽量都不能到 VR 能拍到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躲在门后拍模特进门的时候，所以说所有人都得躲起来。现在又在拍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躲在这里面房间。哇，好有戏呀！3、2、1，开始。最后一段，他出门了。一样的，我们也是所有人都躲在里面。走喽，我们撤喽。好，